是小的，但没办法调。肯扣加上也不行，你没有看我最多就百分之百吗？我要能101%，那行，那他可以调。这不是你的播放器，风暴影音啥的，又迅雷影音的，又啥的。我征服者可是满的小伙子，不上了，等个二啊，来点 EAW 走，好跳，致命点呀，他交闪了吧？啊，交闪了，交闪了，剑圣来了，我看这波兵能推过来不啊？不行，我得推这个兵，我得推过去。好，回家。螳螂打蓝枪，我们应该不用去了，算了。这把可以可血战斧，哎，不得，我看怎么出啊？这个这样出，卡特二级，卡特要出啥呀？卡特出两把短剑，要出什么玩意儿了啊？要出海妖啊？武器大师也有点盐啊，我们小心点，别着急。抠一下，吃个药，这波可以干。E A W A 接双抠死了。他这波的 E 肯定是没好的，因为我们上一波没交技能，他的 E 大概在14秒左右。这波我估计他差个三四秒左右吧，或者是差两三秒，他肯定 E 是没好。没带饼干可以啊，马上这边升六啊，他不知道我们要升，知道吧？我们假装打不过他，三个兵我们升一个兵，差两个兵，马上这两个兵快死的时候直接溢上去啊，扣R转起来，平 AW 走，再抽啊 ，EAS 上当了，勾引成功。回家。也行吧，那车补着我也出不了啥装备，相当于我们没亏。
来了螳螂，这得杀他啊！杀俺们家蓝枪指定是不行。你枪哥，这不帮帮我？还给我压人头，你看，礼尚往来。这波并没有办法礼尚往来啊，但我感觉他打不过你吧，我的塔皮呀、啊、兄弟呀、啊、我的塔皮呀、啊、别没耽误事儿，真是耽误事儿。你要干啥呀？亏了160加90等于250，为啥加90啊？为啥160要加90啊？90是什么东西啊？是螳螂死的钱吗？炮车啊、哦，好吧，出铁刺鞭。到底是真远呐、啊！这武器吧，不带老子。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拼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得上来就是。能补刀就补刀，补不了刀就拉倒，别拼一波，拼一波他肯定打不过我们。可血战斧600，可以回家。这把以对面的阵容，我们就可以出那啥了，就可以出那个。算了，我感觉我还能杀他一次。他想等最后一秒再开E。出可血战斧加上死亡之舞。再吃一层吧，还剩最后一层，我们回家。厕所回城，他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厕所。先把这铁板鞋出了。他想打断我，他肯定想打断我呀。反正他都0-6了，他就不怕死了，现在。死不死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我们先把一塔给他拆了啊。
这把对面阿卡丽辅助，我们家赛因辅助，行。双方 ADC 会死得很快。等一会儿再拆啊，别着急，让他少吃一个车。蓝 buff 可以要，往上拉一点，看看右边的剑圣搁哪。没来，这蓝就是我们的了。来了的话，就把剑圣跟武器都给他杀了。我现在就希望他们家剑圣螳螂武器大师三个人都过来抓我们，如果他不过来抓我们，我就把他野区都给他清了。人越多越好，人不多我们这 AOE 打不出来。怎么不来人呢？你确定？我确定三个人，最好是三个人。那我收你吧，我想知道蛤蟆多少钱。没有大，这打不过了呀，这没有多少血了。你给我要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这要干啥呀？这要干啥呀？太可怕了！这啊，他还回来。兄弟，这剑圣愣头青啊！我这一看呢，就愣追，愣追，愣杀。你再推一波吧，我会上路了。你有咳血战斧怕毛啊？那肯定怕呀！这是剑圣，这不是别的呀。我一波没办法秒他，这剑圣杀八个人，我才杀八个人，他跟我装备一样，我有什么？我有什么不怕的呀？我肯定得怕他呀！我要满血有大，我跟他干一下还行。那剑圣杀了八个人，跟我装备一样。有个人还跟我说你怕什么？你看看他装备吧。我们不打死你？这谁弄的风龙啊？这么讨人厌，打不着！你，科学战斧，没事，往下走。哎呦，好疼这一刀！你看看他伤害吧，你再说我不怕。这回怕不怕？
一千块也没办法。我们先杀的不是剑圣，是武器大师。我们刚才要是先杀剑圣，我能杀俩。谁知道那剑圣搁这里头呢？先杀剑圣，你一个都杀不掉。行，行还不行吗？行。这是剑圣这么个玩意儿了吗？哎呀，哎，好 Q， 给我扛他。nice 啊，赛恩真肉啊。这不上高地了吗？这右边呢，右边呢。我傻了，走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还出收集者啊。剑圣就是没啥保命技能，基本上进场了就是一个字儿，死了。右边我估计他应该在打红吧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别害怕，咱俩直接干死他就完事，他没那么高伤害，没关系。下来收银头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自己收。哟呼！哇，真疼啊！我们打这种物理型英雄，相当于是有了35%的减伤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杀了他以后，我们可以把这流血效果给他抵消，就相当于我们没掉血。为啥越到高分越没有人玩剑圣？你知道为啥不？就是因为这个英雄没有保命。有空子进去就直接就打死。你像我们进去吧，还有一个 W 的，他那个念咒根本就没用，所以剑圣必须得配宝石，得配这种天使这种东西，得有人保。这把呀，这把再来一个九头蛇，2950，等会儿钱。而且他装备要求很高，饮血剑，要玩就玩那种就是没有装备，哎，虚区也还可以，石头人，武器大师，猴，蓝枪，蓝枪都不太行其实，但蓝枪基本上不会没有装备。我们要直接越塔，肯定会被后边剑圣给杀，所以我们这波直接杀剑圣。几个人我就想知道，先打个圣枪游侠卢仙 ，nice。
他有烟儿没法杀，算了。辅助阿卡丽有什么用？没用啊！那他不想玩辅助，他就来个阿卡丽呗，可能。确实是没什么用。和血战斧。看你们的了，我有可血战斧，没事。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为什么卢仙的身上会出现那个挡东西的东西啊？就是他没有红惩戒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没有铁板鞋。他为什么会挡那个卡莎的技能啊？结个账啊！头盔，他有个屁头盔，他啥也没有啊！